那基本上今天这个是综合事务委员会是通过哈，那是由主席兼任啊，在这个召集人哈，那我想这个来不管抗议或是表达不同意见的哈团体哈，应该哈是可以接受哈，那大家团结来支持民进党哈。那我刚才有讲过哦，我对这一些独派团体的很多人我是很尊敬哈，但是在想法上我还是相信我们不管是政党或是台湾要能够积极开创调整自己的政策能够回应整个情势的变化马基维利讲的人类的悲剧就是情势变更那人不变更那我相信说我们有这个委员会以后能够积极去开创迅速去整合不同的意见。我也有建议苏主席呢不同的意见应该在私下整合。那到了这个委员会来应该不是在这里谈太多不同的意见。我们期待未来这个民进党要让社会展现有信心对这个党有信心。所以这个党能够因应这个整个社会的变化。两岸的变局，有信心哈，这是我的看法，好不好？喂，院长，刚您说苏主席是召集人，但是并不代表说并没有主委这个缺，对不对？所以没有，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是召集人不是主委？这个等一下你们要问苏主席好不好？我们大概刚才讨论，我们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了哈。因为这个结论我是知道的哈，抱歉没有告诉你们哈，因为之前有沟通。但是我对这个性质我还是希望说定位在功能上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里大辩论本来说这是个平台我认为中常会讲的话都会外面都知道所以在里面如果是大家都放言高谈互相辩论的话这个等于是转播啦是转播所以应该主席是私下去沟通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平台上真的是能够调整一些政策不过今天这个功能好像是比较界定在对内这个意见能够稳定的这个功能我的感觉不过你们等一下可以问看好不好好谢谢我有邀请有要求他们跟陈彦良那边